怎么灭了？会像现在这样一直在一起吗？会啊，不过要等些时日。为什么？这几日我要出去办点事，得过些时日才能回来。你要走？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啊？我答应你，快去快回。是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吗？没什么。就是听说你要走，一下子心里空落落的。不单是因为这个吧，有什么难处你说出来，我帮你。我没什么事，你既然有正经事，你就先忙正经事吧。让我最后帮你一次，等我忙完这件事情，就办正经事。